谢谢。姚文老师，你卖恭维，你卖恭维，啊，今天你点点就好啊，因为这个报纸新闻拢在曝光姚文老师啊，身体欠安，是，脑后无爽快，尽量卖出声，所以为什么开始咱用笔的？对。啊，因两个讲的意思就是讲吼，你有要请我看电影无？伊讲有我无闲，我干来先去拍电影尔，无闲通看电影。差遮侪，起码袂用个乱，即个袂用个乱，起码袂乱进。是安怎？对不对？今两个拢有状况伫个哦。我好你家在妈祖保庇，啊？是，可多我去拜拜。你有去拜拜啊？所以我身体原本倒手边欠慢，我即马正手边拢无问题啊。